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六个节气，取自雨生百谷之意，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。民间在谷雨节气有摘谷雨茶、赏牡丹等习俗。谷雨茶较之清明茶，质量更优，香味更浓，而且易于收藏。谷雨茶是养生茶，不仅有清心明目之功效，而且可用于化痰祛湿的茶疗。在东航各地贵宾时，我们准备了各色香茗，期待与您来一场春日之约。现在也是牡丹花开的重要时段，因此牡丹花有谷雨花之称。在千年古都长安，有很多赏牡丹的去处，如牡丹苑、兴庆宫、大唐芙蓉园等。赏花的同时，您还会邂逅很多汉服小姐姐，让您瞬间穿越。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次回眸，愿我们珍惜这即将谢幕的繁华春色，于内心珍藏一季明媚可爱，向那热烈的夏日继续进发。